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改的眉毛是眉毛跟眼睛的距离太近了，眉头鼻翼连线，那眉尾是眼皮跟鼻子的连线。那我们再把眉毛上移，它的眉眼宽大概是眉，大概是眼的大小，所以我们往上移一下。那眉毛的粗度大概也是眼睛的大小。现在我们已经先移上去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再把形修一下。眉峰把它改成锐一点，看起来比较有精神。眉尾稍微改短一点，因为它的脸太小了。所以这次我们改的眉形就是眉形上移，那眉尾改短一点，然后修饰一下眉峰，让它更有神。那眉心的地方可以不用动，眉毛下面连成一直线就可以了。你看改完之后是不是更有精神更帅了呢？